他画的作品。09以后，我就使用了更多的色彩，然后做更加丰富多彩的作品。就是这个作品以后的往后，大家可以欣赏。那边有一个作品是叫做自画像，是最近期画出来的。虽然我刚画的时候是以我的感觉去画出来的，但是这个画本身是根据每个欣赏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想，所以请大家多多欣赏。谢谢大家。